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rystal， 是多伦多的全职地产经纪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今天我就来到 Union City 的 Sales Office， 咁就去带大家更加了解 Union City 呢一个 project。好啦，咁呢个 project 咧，而家咧就会有三栋楼嘅。首先推出就是中间呢一栋40层高。當依一棟賣曬咧，咁佢就會推出西邊嗰棟樓啦。咁依兩棟樓加埋起嚟咧，其實就係個 phase one。第三棟咧，佢哋而家 planning 係明年先會推出嘅。咁我而家講一講個方向先，依邊係南邊啦，嗰邊係西邊，依邊係東邊，嗰邊係北邊。咁啊，記住咯 ，York University 就係東邊，佢依間運動學校 Bill Crawford 就係北邊 ，Gold Train 南邊。西邊就是 Downtown Market， 咁咧，大家可能會很好奇，究竟後面依三個 building 嘅 green space 係乜嘢？而家係 green belt 嚟噶，將來20年會係咩？我唔敢肯定，但係你未來依10年至20年一定會係綠地咯。咁所以你向西咧，其實你嘅景色都係十分之靚嘅。咁依一度咧就係佢將來嗰另外嗰五棟啦，咁依度 total 係有9個 building， which make it as a master community planning Union City。依張圖應該會睇得更加清楚。發展商而家係做緊一個超級延長嘅 deposit structure， 今年簽約只不過係要俾5%，2024年再俾7.5%。2025年俾2.5%，咁你加埋起嚟都系15%。until 你攞锁匙啦，先要再俾另外个5%。咁如果你系买3房或者100万以上嘅 condo 咧，2023、2024、2025年都系俾15%嘅 deposit， 到2027年再俾个5%。当然仲有其他 incentive 啦，免费转让。拿了一个单位之后，你可以即刻拿出去出租 ，cap 咗嘅 development charge 全部都是9999蚊 ，locker 3999蚊，普通嘅 parking 是69999 ，EV parking 是79999 ，EV parking 是而家个趋势，有机会买嘅话就记得买个 EV parking 啦。交吉日子是2027年嘅9月。咁呢個咧就係佢哋個 colour selection 嘅 sample。咁因為而家依個 sales office 仲喺度起緊噶嘛，所以中間呢個應該係淺色嗰個 medium tone， 淺色啦、中色同埋深色去俾大家去揀嘅。咁我哋不如過嚟睇一睇嗰啲 sample。依個就係個應該係個 medium tone， 係啦，依個就係個 medium tone。跟住咧，依度就係個洗手間嘅 sample， 其實佢啲 finish 睇上咧都係十分之好噶。咁依一個咧就係個 sample 嘅廚房嚟嘅，依一個咧就係深色嘅 color tone。Again， 係未整完，係未 finish 嘅，佢應該 finish 嗰陣時會更加靚嘅。不過就想俾大家睇下佢個 finishing 啦 ，quartz 嘅 countertop， quartz 嘅 backsplash。咁佢依啲咧 ，suppose 即係洗碗機啦。有埋個微波爐，咁櫃啦，咦？佢做埋係有垃圾桶啊，完全嗰啲 cabinet 嘅喎，同埋都有 smooth closing 嘅。Amenity 亦都係十分之豐富噶，室外咧係有兒童遊樂園啦、籃球場，室外嘅 walking path， 佢依一個 walking path 犀利啦，佢啲路全部都係。有地暖的，即是我们所谓的 heated floor。如果你真的冬天落好大雪，你都不需要担心，因为条路是不会有雪，即是不会有冰，你都可以在外面散步。当然也都是有 outdoor 的 barbecue sitting area， 而室内呢有游泳池、gym、party room。这个楼花是3月29号就正式地推出的了。但是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是可以 hold 住啲单位，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就记得去 message 我，我可以再跟你详细啲去倾下嘅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